你未来的人生就充满希望，你以后的生活就多彩多姿了。
有啊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担心。那你自己一个人来上班 OK 吗？你要吃饭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要上厕所的时候怎么办？当他问了这些以后，我就发现我自己心里有底了，我面试一定不会上。对，而且我每次去一个面试的地方，我都要看他的厕所长什么样。对，我完全不知道看他的薪资待遇、工作内容。那这样的情形，其实我已经毕业十年了，毕业十年了，直到现在，我相信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样的遭遇。对，所以我今天要站出来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要是反歧视法，我们再也不要政府去宣导奖励，或者是呢去做了很多要鼓励的那样措施，我们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障碍者需要什么样的需求。我曾经在一次的公部门会议上面听到，如果你们身心障碍者太严重的，就要在庇护工厂那工作啊。大家认同这样的想法吗？我们身心障碍者就是因为生理跟心理上有不同的限制，需要大家的支持，需要公部门的支持，可是他们不反而不给我们支持，然后呢还要叫我们自己想办法，或叫我们就去庇护工厂或不要工作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反歧视法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他们必须要从宣导教育开始做起，宣导雇主要接纳，要认识这些障碍者，要给我们提供支持。那雇主没有办法提供支持的时候，公部门就要出来介入，然后给予完整的，不管是人力补助或空间的改造。像政府现在都会说，我们的植物再设计啊，我们有很好的一些服务来去提供协助你们。可是当植物再设计出来的时候，要改善这个大楼的时候，或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，管委会不同意，雇主不同意，或者是雇主不同意的时候，那我们身心障碍者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时候就是公部门他视而不见，消极的作为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。看起来好像有提供服务，但是其实那些东西我们都用不到。一旦管委会一出现，一旦雇主一出现，这些东西等于可看得到用不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要反歧视法，我们不是要宣导，我们不是要奖励，好像大家可怜我们一样。我们要一个真正的专法，就像美国一样，美国的障碍者去面试，如果他没有上的话，他可以有权去要求雇主解释，为什么你不上，不让我上，是因为我的障碍原因吗？还是因为你公司没有办法提供我合理的一个协助的原因？这些都必须要被检视调出来去讨论的。那